Hello，来喝 Studio。今天呢，我们又要来开箱。你知道我们今天要开箱什么吗？刚刚呢，这是我的房间，对不对？我的床，包包。然后我突然在我房间那个棉被底下，今天晚上睡的时候就觉得硬硬的。昨天晚上就觉得硬硬的。不知道是什么，然后一摊开来看，是包裹哎，对，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看床底下的包裹到底有什么。我其实自己也不是很知道。然后我们看这里，他的收件人是李油桐，所以是我没错啊。那我到底买了什么呢？可是你们应该会在标题上看到。因为这样，我们应该会在标题上看到。因为这东西我打在标题，如果不点进来的人真的是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，可能是脑袋有西瓜吧。所以接着呢，我们再来看这个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来打开，一下打开需要什么？就是需要我们的。嘎多九陶翠的嘎多有了，我们有嘎多。然后我们再来开，那你们好奇是什么吗？我也很好奇，因为我不知道是什么。是什么？你们看这个啊，好兴奋啊！我知道是什么了。这个是我们的，你们看 ，HD 录影盒，就是我可以录我的 PS4。哦不，你们看到了，这是他送的一个东东了。再来就是我们的，有没有看到 Monster Hunter World？ 哈哈哈哈哈！太开心了，我们终于可以来拍《魔物猎人》啦！对，嘿，《魔物猎人》就对到手了。然后我等一下会研究一下这要怎么录音，这个。然后呢，最近就是之后应该就可以来拍《魔物猎人》了。对，那这开箱就是这样，但会不会有点太短了？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录影的，因为我其实也不是很会用。我们先来帮它打开一下，有胶带，遇到胶带要怎样？嘎多出动啊！快点，快点，我要录 PS4， 开心开心。真的超开心，过年，这也是我拍影片的价钱最贵哦。这小小东西实在是花了我超多钱，但是不要跟你们讲多少好了，你们自己去查查看。发挥谷歌精神，哎呀，谷歌精神好，遥控器，哈哈，有没有电池呢？但是没有。为什么没有固电池？哦，看看我找到什么。哈，电池，等下不用再出去买了。现在我开箱的这一天，应该就是我拍《魔物猎人》的这一天。我还提早写完功课，然后提早阿里阿扎的就来开箱。这个我觉得。就再夸奖一下 PC， 我们24小时真的超厉害。我昨天晚上订，然后现在才下午5点多就已经送到，超赞的。而且哦，猎人，你看这设计多好，可以撕哎。对，哦哦，这设计就是对了嘛。哎，
说好的要死掉的。哎、欸，哦，他骗我。好，还是要剪开嘛。还以为多么厉害呢。有了，有了，魔物猎人到手了，我们要来打龙了。哇，这都过度包装真的是，里面又一层保护膜哎、欸。哦，你看，哎没有了 ，Monster Hunter 打吧，我不会念，哒啦。哦，他在教我怎么玩 PS4 哦，好，太棒哦，拍一张照，好，那对，这就是 Monster Hunter， 等一下我们再来研究。要怎么录影吧？那没关系，研究的时候你们就不用看了。反正你们如果有看到我出猫行的影片，那这样就表示我会用了。如果没有看到我出，那就表示我还是不会用。呵呵，好，那我觉得今天就差不多这样了。超开心，花了最多钱的一集。好，那。这我真的不知道怎样，我觉得差不多这样了，拜拜。